無論天氣幾凍，今晚喺會展絕對係熱到飛起啊！因為 FWD 熱誠星級歌唱比賽嘅冠軍 Judy 終於喺今晚搭上呢個萬人大舞台，用歌聲盡情唱出熱誠，萬人掌聲呢一刻全部屬於佢。我信我有權妄想。入咗我自己嘅世界嚟唱好首歌，希望帶到我自己嘅心聲帶俾大家。FWD 熱誠星級呢個比賽帶咗我一個唱歌呢個新嘅希望，帶俾我自己呢個夢想。每個挑戰都令我覺得自己係得嘅，希望繼續可以做你自己人生想做嘅嘢 ，celebrate living。由 Feel TV 主办 FWD 熱誠支持的 FWD 熱誠星級，俾咗一班素人歌手一個機會，令更多人留意到佢哋嘅熱誠歌聲。同時亦希望話俾大家知，無論做咩都好，有熱誠就可以盡情 celebrate living。